人性有贪婪的一面，能跟出轨的男人在一起的人，不是自我，不是贪，那是什么？他绝对不会纯良无害、知足诚实吧？他更不可能守信温和、善良正直吧？跟贪婪的人在一起，再甜蜜的爱，那都是毒药；再浪漫的事儿，那都是毒饵。跟贪婪的人在一起，哪有真正的快乐幸福？这种贪婪，它会滋长你人性中的恶，滋长贪婪、虚伪、偏私、虚假。人性的恶是傲慢、自私，是懒惰、嫉妒。真的，恶是苦难的根源，是挥之不去的梦魇。恶就是人类的宿敌、伤害、敌对。恶就是人类的宿敌、伤害、敌对、战争，都是由恶造成的。一个成功且幸福的人，就是能控制自我贪欲的人。生活很难，难在夫妻之间还要互相为难，而人性最大的善就是不让别人为难。所以记住一句话，人有善念，天必有之。